那老者名为毛英燕，也是成名已久的强者。李云霄依然慢条斯理地吃着果子，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欺人太甚！齐经年大怒，一下从座位上腾空而起，双掌在身前画圈，凌厉的掌风四下乱飞。丁鹏猛然大惊道：经年大人，休要动手，别忘了家父与诸位的协定，若是放肆动手，坏了炼丹之事，本应该得到的部分全部用来赔偿弥补。齐经年身体一滞，这才将掌法收了起来，暴怒地坐回原位，但身上的气势却是随着他的怒火起伏不定，使得整个大殿内极度压抑。但在场的都是强者，完全没事的样子，继续谈笑风生，淡然品酒。只有那些随从和家丁个个脸色大变。你够胆，待炼丹之后，本座便要好好会会这位封号武帝大人。齐经年重重哼了一声，慢慢收拢自己身上的气息。李云霄将一个石榴似的灵果塞进嘴里，细细咀嚼吞了下去之后，这才慢条斯理地开口说道：我认识你，好像叫什么经年来着，话说我跟你好像没什么过节吧？哼，没过节，哼，这是本座今天听到最好的笑话了。齐经年的脸上罩了一层寒霜。当年北域落水剑之主齐太岁，你可还记得？李云霄略一沉思，便恍然道：哦，想起来了，的确是有这么一号人物，专门掠夺女子做顶炉，取人元婴之后再杀害。当年被我得知后，就顺带杀了。齐这个姓本来就稀少，那齐太岁多半是你老爹了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是脸色微变，同时露出不耻之色来。我呸！齐今年震怒道：那是我大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弄错了，弄错了。李云霄抱歉道：不过你大哥修炼邪法本来就该死，不知道你修炼的是不是邪法。齐经年怒道：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好人，我大哥修炼什么术法与你何干？总之这不共戴天之仇我必然要报。李云霄回忆道：我杀齐太岁已经好多年了，而且一直都待在北域，怎么不见你前来报仇啊？齐经年闷哼了一声：本座当时正好在修炼厉害的神通，等出关的时候四处找你，才知道你已经死了，所幸苍天有眼，可以让本座亲手报仇了。众人都是嘴角微微噙着讥讽，内心冷笑不已。毛英燕诧异道：经年兄，怎么还有这么回事？我记得古飞扬死之前你都很有空的嘛，而且还特意去西域游历了那么几年。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徒弟，就是那个时候在西域收的？齐经年老脸微红，一下大窘起来，哼道：我正是去西域修炼的神通，若知兄长被害的话，一定先杀了古飞扬再去。是谁要杀古飞扬？怎么有人的野心比我还大呀？一道悠悠扬扬懒懒洒洒的声音传来，众人一下朝着门外望去，只见一下子多了十余人正从门外走了进来。李云霄目光含笑，朝着来人微微点头。进来的正是凌云十二刀，祖高原不敢托大，也敬重地朝李云霄拱了拱手，这才将目光往殿中一扫，最后落在齐经年的身上，不由得嗤笑起来：大傻帽，是你要杀古飞扬？毛英燕一口酒直接喷了出去，当场给呛着了，剧烈的咳嗽起来。
其余之人也都是吃惊之余打量起祖高原来，不少人并不认得此人。你说什么？齐金莲差点没有气晕过去，整个脑袋都憋得通红，怒火直冲脑门。祖高原嬉笑道：来呀，来打我呀，只要你敢动手，便是违背了和丁山的契约，那九阴九阳破丹就没你的份儿了，大傻帽。正想杀人的齐金莲一听，当场气得喷出了一口血来，满脸都是怨毒之色。哼，老大你可真坏。十二刀中黄衣女子掩嘴而笑，剩余之人则是忍不住哄堂大笑，一片东倒西歪。你齐金莲气得发抖，强大的元力波动从他的身上荡漾开，却依然死死地压制住，生怕自己一下忍不住就出手了。丁鹏急忙起身上前，将祖高原等人引开。诸位都是家父请来的，不是强者，还望给天元商会几分面子，不要闹事。祖高原说道：所有人都差不多到齐了，你爹呢？哪来如此的架子，让大家久等？丁鹏心中不爽，暗想其他人才是久等，你丫的才来，怎么就久等了？但是不敢抱怨，急忙解释道：家父有事，立即便会赶来。祖高原，你的性子太急了。正说着，一道沧桑却雄浑有力的声音传来，门外出现三人，皆是气宇不凡，面带富贵，含笑而入。爹！丁鹏大喜，急忙迎了上去。李云霄瞳孔微缩，丁山虽不是第一次见，但以前并没有太过注意，现在细看之下的确有一种王者风度，而对方的眼眸也有意无意地从自己身上点过，似乎在含笑致意。丁山一身罗衣，上唇留着两撇花白小姿，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同众人逐一打招呼。身侧两人正是雷锋商会会长朱奇水和曼多商会会长徐万森。李云霄想起苏连一的话，难怪这两家商会与他走得远了，原来是和丁山走在了一起。只不过不知道为何丁山没有找上苏连一，若是联合他们四家之力，也许还真能够和万宝楼一斗也说不定。丁山逐一寒暄了几句之后，便说道：小可隐退商盟多年，想不到还能有这么多朋友捧场，实在是感激之至，荣幸之至啊。众人也都客气起来，都言道：会长有邀，岂能不来？丁山始终面带微笑，轻轻摸着小姿须：既然大家有心，客套的话我也就不再说了，他日若是我天元商会帮得上忙的事，尽管找我。众人都是大喜不已，能够和一家顶级商会结交情谊，对任何武者都有巨大的好处。朱奇水说道：大家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丁山兄，还请开始吧。丁山点了点头：我也不废话了，大伙儿先参详一下流程步骤，有疑问直接提。他一挥手，顿时十余道光芒从袖袍内飞出，全是预检射向每个人。李云霄一把抓住自己那枚，神识一扫没发现问题后，这才放在额头上仔细地读取其内的讯息。大殿中顿时安静了下来，就连呼吸都是极细。很快众人便将预检取了下来，多是面色平静。里面的流程非常简单，基本不存在有疑问的地方，就连承担后的分配方式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丁山说道：若是大家都明白了，那现在便开始吧。他一道绝印直接打入地面，顿时无数光芒缓缓亮起，众人脚下浮现出一方阵法来。他突然叫道：景耀长老。景耀目光一凝，
盯着脚下的阵法，这才双手掐诀，食指当中飞出一道诀印，在空中不断翻腾。他的双掌化成赤红和玄阴之色，猛地拍出，轰隆！大殿震荡了一下，一件古朴的玄器大鼎从那印诀当中幻化而出，轰隆一声落在了地面上。李云霄凝目望去，这鼎分成双色，透着极强的古韵和浩瀚之威，显然是上古的珍品玄器。景耀扫了一眼众人的惊叹目光，得意地说道：这便是我刘明府的镇府之宝阴阳鼎，乃是炼制九阴九阳破厄丹的最佳玄器。若非丁山会长多次派人苦苦索求，我刘明府是绝不会借出的。锦少仪突然加了一句：还望会长大人不要忘记了条件。众人都是满头黑线，借鼎必然是利益交换，谁都知道，这般提到明面上来讲，真是智商堪忧。丁山也略微有些尴尬，但一笑便化解了。那是自然，天元商会声誉满天下。哼，锦少仪轻哼了一声，目光一下变得凌厉，嘚瑟地瞪了李云霄一眼。丁山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。诸位都按照各自的方位坐好，马上就要开始炼制了。我为了今天可是谋划了整整20多年，这才找齐了各种材料，并且摸索出了诸多替代原料。若是失败的话，再次炼制就得等20年了。丁鹏手握拳头，坚定地说道：父亲大人放心，绝不会失败的。丁山点了点头，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不愧是我丁山的儿子。你虽然武道天赋不高，但是人各有命，爹也从未强求过你。可今日之炼制，你必须要尽全力，这也是我对你最大的一次考验。只要通过了，我便能够安心退隐，将整个天元商会之事尽数交给你打理。丁鹏一下子激动和紧张起来，兴奋地说道：父亲大人，放1万个心。我就算是死了，也一定要把丹给炼出来。景耀突然皱眉道：丁鹏少爷虽然是天生的阴阳平衡之体，最适合做阴阳鼎的传导媒介，但他的实力毕竟太低，会不会出差池？丁山道：景耀长老放心吧，为了今日的炼制，我已经研究了不知多少次了，绝不会出差池的。丁鹏的作用只是传导力量，本身并不需要太强的实力。